当ててよ当ててよ。はぁ、早押しすや。当ててよ。お、当ててよ。シャシャ。没有再下一次，刚刚没拍到。哎呦，啊那样，手像钓鱼一样哦，跟阿公一样哦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好乖哦，哼。啊弟弟啊，你在伸懒腰啊、哦，弟弟啊。动动动哈，我们动动动，伸展伸展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哈，动动动哦，好乖哈，吓到了，是不是吓吓？哦，又吓吓了。哦，你在打嗝哦，宝贝打嗝吓到了。打嗝哦，肠子在长大了哈，会在长大了哦哈，打嗝哦哈，又吓到了，又吓到了，吓吓了，很可怕哦。打嗝哈，等一下打嗝完了比较舒服，来吃吃了哈。他在偷笑吗？会啊，我老公每次就说他在偷笑、偷看、偷眯。打嗝，为什么会打嗝？跟人啊，他会打鼾，口外跟人还好打鼾。什么意思？打大嗝，他就有一种运动。哦，运动他就很会吃。可是，一般的人也没有每天打嗝啊。他就是要打嗝，他打嗝，一般的人打嗝都很痛苦。有时候他会生气，打嗝哈，抓去吸你的奶就 OK 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他用力吸，他那个缝被运动，他就会把它折消掉了。哦。他肚子饿了吗？唔知呢，他被烤。你得吃什么？个半小时不到，我起来让他吧。放菜了吗？看起来是。就放菜了。等一下来帮他换。弟弟打嗝哦，打嗝有没有一分钟了？阿婆说，你打嗝是在运动呢，哈，黑猫，在运动呢，哈，黑猫，你弟弟打嗝运动呢，哈。五下，连续喷嚏五下，小 case。哦，好，我来换。还有没有哥哥？没有打嗝了，开始玩了呀。啊，是哈，开始玩了，对不对？没有打嗝要开始玩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来换尿布好不好？换完尿布，我们来吸奶奶好不好？要不要吸妈妈的奶奶？帮妈妈疏通一下好不好？要吗？好弟弟哦，好弟弟耶，弟弟哦，好啊。
还在打嗝哦。哦，还在打嗝。打的有没有三分钟了？嗯？运动，阿嬷说是运动，阿婆说运动啊。黑猫，黑妹。安娜，安娜，安娜，安娜呢？安娜，安娜呢？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录了。